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！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727页啊，727页倒数第五行啊，倒数第五行，总标三倍。24、25，这两品是讲修行。我们在前面对极乐世界、阿弥陀佛有了相当的认识，升起无限的向往。现在要告诉我们怎么去。啊，那这一篇经就很重要了。啊，请看经文。佛告阿难：十方世界诸天人民，岂有智心愿生彼国，凡有三倍。这总标，先给我们说明。十方世界一切众生有智心愿生彼国的，这一句话重要啊！智心是真心的，真愿意往生的。欧耶大师告诉我们，要解里头说的啊，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。那换句话说，我们有真心，没有怀疑。那我们有真愿，不留念娑婆世界。啊，这才能去得了。啊，所以智心愿生，愿生当然有信。啊，没有信，这个愿是发不起来的，是愿里头就有信啊，具足信愿的就能够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就有了。但是到极乐世界呢，有三倍啊，有三倍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前面一品第23品，十方佛赞的啊，乃诸佛赞叹愿的成就。48愿的第17愿，
诸佛称赞愿，啊，诸佛称赞，第十七愿成就，啊，这个愿兑现了，世尊为我们说清楚、说明白了。那么，诸佛称赞是阿弥陀佛要求的。诸佛不辜负阿弥陀佛，真的称赞，没有一尊佛不称赞。啊，怎么称赞呢？就是宣扬，把极乐世界真实状况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。啊，有缘的众生就是具足信愿持名，这有缘，决定得生。那个缘还差一点，没成熟的，慢慢来，变数听多了，他就有印象了，啊，他就会认真的去考虑，啊，要不要接受，啊，一直到他心愿圆满了。他就相信了，再听到佛说，他就心愿持名，就往生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佛称赞愿呢非常重要，不是佛，没有人知道；不是佛，他说不清楚。啊，只有诸佛，他讲得清楚，说得明白，让大家听了生起信心。所以底下说，盖于十方众生闻名发心，意念受持而随愿得生，这就是诸佛称赞的目的。诸佛希望一切众生早一天成佛。为什么？成佛才叫做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诸佛如来、菩萨罗汉示现在九法界，目的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这是佛陀教育的宗旨。如果有人问过我们，你为什么要学佛？我们怎么回答他？我要离苦得乐，我就为这个。那佛陀教育确实能帮助我离苦，帮助我得乐。那不是现在这些小苦小乐，佛帮助我们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究竟苦就是六道轮回，啊，脱离六道轮回；究竟乐就是极乐世界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学佛的人不迷信的，啊，哪个迷信的人说离苦得乐？啊，真正头脑清楚、有大智慧的人啊，才会说这句话：“我要离苦得乐。”啊，真有这个方法，真有这个道理，啊，那就叫真理。啊，掌握住真理，方法简单容易，真正是中国古人所谓大道至简。那佛法里头这个法门真正至简到至简处了，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。信愿持名，
就一句佛号啊，六字四字都可以啊。啊，还有哪一个比这更容易的？啊，关键就是你能够掌握住，让这句佛号不间断，就成功了。啊，我们要做的事情，信愿持名，不要把持名忘掉了。啊，常常念，常常忘掉，这个就是业障习气现前。啊，你要问什么业障习气现前？把佛号丢掉了，又去打妄想去了。啊，除了佛号之外，任何的思想都是妄想。那妄想里头有善有恶，那是业，善业感三善道，恶业感三恶道，除不了六道轮回，离不了究竟苦。这要认识清楚啊！啊，真正用功人逼着自己，日夜不休息，晚上不睡觉啊，念到通宵啊！啊，一句跟着一句，怕丢掉。这样的人有啊，历朝历代都有啊。现前也有啊，啊，他们都有成就，真的往生了，真的离苦得乐了，啊，给我们做出榜样。那么这一品精品，啊，则论，这个论就是讨论、研究讨论，或者是世尊在这里论述往生者因行的类似。啊，这个次就是三辈。啊，类是有四徒。啊，十报图是一类，方便图是一类，同居图是一类，一类里头又有九品，啊，这都属于类次。盖以凡夫闻名后啊，信愿有深浅，有人信得很深，有人很浅。发心啊，有大小啊，有人发大心。什么是大心？个人利苦得乐，这个发心小。我利苦得乐之后，我要像阿弥陀佛一样，帮助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都离苦得乐，这个发心大了，跟佛一样啊！啊，这是佛最欢喜的，又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来了，啊，欢喜。那我们现在发大心，这个大心发的人不能兑现的。啊，不是要我们现在兑现，现在真有这个心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现在也起作用，作用啊比你理想要小一些。像海贤老和尚92年一句佛号未曾丢失，他就一句接着一句，这他成就了，
他的成就靠这个。那我们世俗说，老人家寿命长，那个延长是阿弥陀佛给他的。啊，他多次要求佛来接引他，佛告诉你修得不错，多住几年，给佛门弟子做一个榜样，给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做个榜样。世尊留他住在世间，那为什么？他一句佛号未曾丢失。啊，睡觉的时候时断了，丢失了，醒过来就接上了。啊，工作的时候不用思考的工作不丢失，用思考的工作暂时丢失，事情办完了又佛号又起来了，这就行。给我们做榜样啊，我们要发愿也给念佛同学做个榜样，像海鲜老和尚一样，那你得要忍受这个世间的苦难，佛会把你的寿命延长，这个延长是有价值的。那为什么？你的念佛的时候是自行化他，啊，自己念得受用求往生，别人看到是个好榜样，那就是化他，啊，自他两利呀，自他两利的是菩萨了，不是凡人的。啊，在今天这个环境，真的是苦不堪言。社会动乱，天灾人祸，到处都有，不定什么时候发生。啊，人活在这个世界，没有安全感。无论富贵贫贱，大家都感受到啊，没有安全感的。啊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又做出好榜样给别人看，佛加持你，菩萨加持你，护法龙天也加持你，由你自己选择。经上说得很清楚啊，啊，所以念老在此的时候，发心大小，持诵啊多少，啊，你读经一天念多少部，佛号一天念多少声，这就是多少不一样啊。修习有勤度，啊，修注意这个习字。啊，修这个里头有理论有方法，啊，经典上教给我们的习这个字重要，为什么？它落实啊，不落实那是假的，是空的，啊，不能感果，真正感果全在这个习。习随着你的智慧，随着你的善巧方便，怎么样把它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日常生活这一句佛号不离开啊，工作在工作的时候这佛号也不离开啊，乃至于处世待人接物这一句佛号给注释，就是至诚心，
就是真心，就是自信。那我们常常劝勉同学，学佛要用真诚心去学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。发菩提心第一个就是至诚心，真诚到基础啊，这是菩提心的体，从体起用，有自受用，有他受用。自受用叫身心，他受用叫慈悲，大慈大悲啊，对待别人大慈大悲，像佛对待众生一样。啊，看到众生在受苦，在受难，啊，要帮助他，现前的帮助他，是自他念力，念佛给他回向，诵经给他回向，啊，诵经是让他先明理，后就发心了，已经发心了，我们念阿弥陀佛给他回向，这样就好。啊，所以要懂。啊，诵经是什么意思？念佛是什么意思？清楚明白。啊，喜，喜是真干。没有真干，不能成就。啊，所以修习有勤有惰，种种不同啊。那么众生俗根有无量差别，福德因缘一佛各有殊异，人人自别，个个不同啊。这话说的都好啊！啊，这个都是总说，啊，细说就太多了，说不尽了。啊，总说，人有这么多不同的类别，啊，下面。念老接着告诉我们，故知十方众生往生者无量，真的，其品类亦无有量啊！往生到四土、三辈、九品，啊，每一品也无量，每一类也无量。什么是无量了？时时刻刻往生的都无量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这个范围太大了。有没有边际？没有边际。其大无外，还有，反过来看，其小无尽的，啊，大里面有小，小里面又有大，重重无尽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啊，早年头，唐朝时候。清凉的老师贤首过世啊，那个时候华严经在中国最初译出来，晋朝翻译的60卷，
贤首过世读的华严是60卷，那80卷是唐朝时候翻译的，他没看见。讲到重重无尽，皇上听不懂，这什么意思？过世很聪明，请皇上建一个八角亭，建个小亭子，八角亭，八面放上镜子，八面八个镜子互相对照，上面加一个，下面也加一个，请皇帝到当中站下来去看一看。皇上进了八角亭一看，明白了，光光护照，重重无尽，上下也无尽，宇宙就这样神奇，不可思议，无法想象啊！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往生的，我们念念都有人往生，十方世界人，从来没有终止的，没有说休息的。阿弥陀佛的戒引，没有一个漏失的。那有人说阿弥陀佛太辛苦了，没有一点有休息的时间。戒言是不断，弥陀感应，众生求生净土是感，阿弥陀佛是应。佛发的这个愿，这个愿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戒言愿，你往生，佛一定来戒言。宇宙多大？无穷大。没有大小，没有先后，没有生灭，没有远近，那些都是我们的妄想。这些妄想统统丢掉，你就起路了。只要有一个妄想，那个妄想造成的障碍，障碍你不能见性，障碍你不能够理解，你要想真正理解，中国古圣先贤的学问是佛学，他们达到的境界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。而且都是无师自通的，古人无师自通的都常有，什么原因？心地清净，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容易啊！不定什么一触动，他善根发现就悟了，这就是无师自通。我们看到世界上一些大的宗教，创教的那个祖师，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人，心地清净，自然通达明了。那触动的缘没有一定，不定什么缘。有人看到，秋天树上落叶，叶子落下来，他可开悟了。有人听到流水的声音，开悟了。
不定啊！啊，能帮助你开悟的，那就叫佛法。佛法没有边际，八万四千法门，佛说的，佛没有说的呢，包括现在无量法门，只要能帮助你开悟，都是佛法。所以古人教我们经要念，念会得定。那念什么呀？就只管念，别想。一想的时候，你一面念经一面打妄想。那我想经里的意思，那告诉你，经典没有意思。啊，清净心中哪来的意思？意思全是妄想。啊，所以佛说，佛说经，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。大乘期间呢，明白地教给我们，不能用心缘想。心缘想是，我想到呀，这什么意思？没意思，没有意思。你开悟之后的时候，你在这个经文中看出无量意，你才能真正度众生。为什么？众生品类无量无边，你所说的是正契合他的机，哎，他开悟了。啊，你对那个人讲的时候，他又是一个讲法，他不是一个讲法。啊，给谁讲谁听的，那个当机的人就开悟了，妙啊！啊，那么特别是经中这部经典。这个今天是妙极了啊！你只听懂了，死心塌地全部丢下，一切放下，就这一句佛号啊！我相信你一定开悟，小悟、大悟、大彻大悟啊！你念佛名可以，海贤给我们做了榜样，就一句佛号，没有多的。啊，那有人读经，行。啊，一天念十部，一天念20部。啊，开始念的时候不熟。啊，念一遍要1.5小时到2个小时。念熟了，完全会背了，背的一个字不漏了。念一遍是半个小时。啊，所以有人是一天念10个小时，行。啊，熟透了的时候，10个小时20遍。啊，一天念10遍，也是10个小时。他念的速度慢，1个小时念1遍。啊，还有10个小时只能念5遍，都没问题。啊，只要你放下万缘。一心去念，啊，要用一心，就是念的时候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，啊，字没有念错，没有念漏掉，就行。啊，念上1000遍，千遍小悟啊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自见就是开悟。这里头大概什么意思？明白了。啊，古时候在这个时候明白了，自己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，要请一个老师来做证明。啊，你把你的悟处给老师报告，老师听听看是不是真悟。啊，真悟了，就毕业了。啊，1000遍是小悟，2000遍是大悟。啊，1000遍完了之后，再念1000遍，还是老方法。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，
啊，念的时候没有妄念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要这样念才行。啊，两千遍，你去再把你的悟处讲出来，你悟得深，有深度了。啊，能不触类旁通，何学何用？比念一千遍高明多了。一千遍你体会的没错，第二个一千遍可以用了，啊，可以讲经教学了，大悟菩萨。第三个一千遍就有彻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全通了。啊，我们在坛经上看慧能，慧能大师，他听人念《金刚经》，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无量界修行的善根，遇到这个语言，他开悟。他不是见色，他是闻声，听别人念《金刚经》啊，念到就触动了他的善根啊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他对于这一句的时候感触非常深，啊，那么得一些善友帮助他，让他有这个缘分去亲近无祖。啊，在黄梅八个月干什么？跟无祖只见了两次面。啊，没有进过禅堂，没有进过讲堂，八个月冲米破柴，啊，在厨房里干活，啊，那是什么？我们现在明白了，那是他在那里修禅的，啊，这个只有他自己知道，无祖知道，啊，他是真用功，啊，随着缘成熟了，啊，无祖估计八个月了，成熟了，宣布传法，叫大家写一首记，啊，你看《坛经》上记载所说的，啊，到最后真是笔者神秀写了一首记。啊，大家晓得没开悟啊，啊，身是菩提树啊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，神修现的。啊，那么这个信息传到对方里面，他听了，知道这没开悟，啊，所以他也想去看看。啊，请人带他到寺庙里头，贴这个祭祀的地方，他说我去拜一拜，啊，种一点善根，他谦虚。这一个记载让我们了解，能大师是个老实人。你看，在这个庙里头，八个月。贴这个祭祀地方，他居然不知道。啊，指派他的对方工作，他八个月就在对方，除了对方之外哪也没去。这寺庙那么大，拐拐去就
没去啊，要是不一般的人的时候，一定是到处都搞得好清楚了，摸得很清，说哪里我知道，他完全不知道。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就从这里看出来了。啊，他的本事就是这六个字：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他把机子改了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啊，这个机子下，大众一看的时候，都吓到了。啊，但是不敢说。老和尚赶紧赶快过来，把这机子擦掉，每一件信告诉大家，让大家心安起来。啊，巡寮，接着就巡寮，巡寮就是把整个寺庙到处都看一遍，叫视察。啊，佛家叫巡寮。啊，这是掩人耳目。啊，暗中到达对方，你看，问他米冲熟了没有，这都是禅机，别人不知道，他话里头有话。啊，熟了，早就熟了，有欠筛在。就是没有人给我做证明啊，那个时候迷失了没有，你有没有参透啊，是不是真的大彻大悟啊，真的彻悟了，老和尚给他引证了啊，所以在队上敲了三下就走了，那个三下没有知道，只有他知道，叫他半夜三更到方丈室去见老和尚召见他，真的三更啊，推门都没有关，一推就进去了。你说两个人默契都好啊，给他讲金刚经那一也是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表态了啊，自信是什么，说了这五句话啊，真的五句话是描绘自信很重要啊啊，自信就是真心，第一句是本自清净啊，从来没有染污过，每个人的自信都是一样的，我们是同一个自信啊，就是真心，没有染污过啊，不可能有染污啊，染污啥来也，是意识啊，不生不灭啊，这真的一切法都是生灭法，只有自信没有生灭，本自具足，这句话很重要。具足什么？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才艺，无量相好，一切无量统统具足。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啊，第四句，本无动摇。本无动摇就是什么？自性本定，啊，这是讲自性的体现用，幕后一句完全起着作用了，能生万法，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？自性变现的，什么变现？一念变现的，你只要起一个念头，它就现象。无足一听，行了，叫他别说了，说到这就止住他，别说了，衣钵给他，叫他赶快走。为什么？嫉妒障碍啊，神秀有修行有道心，没有嫉妒障碍，神秀的徒弟不服气啊，那些徒弟都认为啊，第六代祖一定是神秀啊，
啊，我的师父啊，怎么能给别人呢？而且这个人还不是个出家人，是在这做义工的，那怎么他哪去了？人不服气啊，啊，拼命去追呀，去找啊。你去看这信息啊，求的是什么？就是明心见性啊！明心见性的方法太多了，无量法门呐、啊！哎，慧能大师开悟不在八万四千法门之内，是在无量法门之内，八万四千法门之外，无量法门。啊，不定什么法门都能帮助你开悟。啊，所以六祖看到他的弟子改的弟子，他真的悟了。晚上召见，在面谈啊，面试啊，是真的是假的？没错，是真的。啊，这个五句二十个字。啊，说明自信是什么？啊，这一通了，一切通了。在逃难的途中，遇到无尽藏比丘尼，捧着大涅槃经来给他请教。啊，比丘尼念哪里不懂，你们念出来，他讲给你听。没有一部经他不通啊，他就真通了。哎，这个叫圆满的教学，不是零零碎碎的，圆满的教学。我们对这个案例要重视啊！啊，中国历代用这个案例，啊，成就不少人呐、啊，宗门教下。有大成就的啊！总的一句话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：“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”啊，读书一门深入，不读书工作也是一门深入。啊，能大师的一门深入就是冲迷破财，没妄想。每天就干这个事情。海贤老和尚的一门深入，种地，啊，完全表现的是农夫，啊，出家还是农耕，开荒，啊，一门深入，啊，干一辈子，往生的这一天也没休息，啊，他是晚上往生，白天整理大菜园。啊，整土啊，浇水拔草啊，晚上走了。赵州和尚是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，他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了。临走这天不休息。啊，真的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啊，做给我们看了 啊叫真精进啊，所以根性不一样啊，我们也可以说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根性的人，度众生不容易，不认识根性，你怎么能挑动他，让他大彻大悟？啊，所以讲经教学，这叫劝善。啊，劝人。了解善恶，
明了六道里面的因果报应，劝导大家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这个教不是究竟教，不是圆满教，是在六道里面帮助你不堕三恶道，你在三善道啊，你没有出轮回啊，所以一定要到小乘，真断烦恼，才能出离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从哪里来？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。只要你有见思烦恼，就有六道轮回。你见思烦恼断了，你找轮回找不到了。为什么？轮回的相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它是生灭法。滋养它的就是执着啊，也就是见思烦恼是滋养它的。见思烦恼断了，轮回不见了。现在是什么呢？是法界。是法界怎么来的？无明烦恼变现，无明烦恼破一分，是法界不现啊，真的出来了，一真法界出现啊，一真就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华藏世界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大日如来的密严世界啊，经常也透了信息给我啊，这三个十报土名字不相同，实际呢一处，所以往生到了去之后，那个学密的人怎么你也在此地啊？甚至于看到学别的宗教的，别的宗教的人到天堂去了，他叫天堂，我们叫极乐世界。他一看，哎，这基督徒，你看他也来了啊，那个伊斯兰教的学他也来了，一处啊，一真法界。这个真的可以相信啊，穆罕默德跟慧能大师一样，没有念过书，不认识字啊，你看他能够口述一部古兰经，别人把它记录下来啊，这是什么？达到了个境界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的境界，才有这个本事啊！那遇到那一批人、地区、那个时代的众生，是属于这一类的根基啊，就要现这种身，说这个法啊，他们能接受，他们能依照这个修行。啊，整个虚空法界跟自己一体啊，道家也讲，在中国道家，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，跟慧能法师这个是无惧，没有冲突啊。啊，庄子是什么境界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在中国称圣人啊，称圣贤，在印度称佛菩萨，名称不一样，境界相同啊。他们将来离开这个世界，往生念佛的往生到极乐世界，
像老庄修成的，他不是神仙，他也到极乐世界去了。他们所讲的这个天是极乐世界，不是别的，不是二十八层天。他远远超过二十八层天。这我们要能看懂啊！常常读经里都体会到的，对这个事情肯定相信了，才晓得所有宗教是一家。真的，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不就说明了？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全是观音菩萨现的，全是阿弥陀佛现的。或者是全是释迦牟尼佛现的，通通讲得通啊，没有障碍啊，妙极了啊！我们这个慈悲心才发得起来，像佛一样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冲突，没有我第一，你第二，没有啊！平等的。就没话好说了，没有高下，一体。所以底下念老师世尊，乃于无量不同之中，粗标大类，只能说大类，简单一点，细说。太多了与本经中呢分为上中下三辈，是至是为至六者也。三辈里头各有三，就是九品在于戒九，是指观经当中的九品九品里头，每一品里头又有九品，那就九九八十一了。如是辗转推演的，设施无量。那么经于无量辈中，把它总化为三辈。其往生后品位虽然悬殊，若论其能生、能往生之主因，莫不由于发菩提心。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盖此正本经之纲宗，往生极乐世界的关键。这两句话重要，要记住。本经的纲宗就是净土的纲宗，净土的纲领，净土的宗旨。纲宗两字是这个意思。是。经宗的关键就是这两句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专念就是念阿弥陀佛这里给我们写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修行就是要抓纲领，掌握着宗旨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我自己学佛今年16年，65年这个学佛65年，讲经58年我这么多年的体会到真正能认清楚经宗的宗旨，经宗的纲要，我能够掌握到我能够劝别人有信心地劝导大家，不会欺骗你，不会让你走错路，你走这条路跟我一样
必定一生成就。啊，不能怀疑，不能再去挑三挑四，啊，再去搞别的法门，那就错了。我们相信古圣先贤教给我们这个法门，啊，决策法门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啊，所以在一切法门当中，我只选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《无量寿经》版本有九种，我只选择下莲居老居士的会解本。为什么？这个会解本是真经。啊，每一个字，每一句，都是五种原译本的经文。下莲老没有自己啊造一句，没有改动一个字，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，这就是他慈悲到极处的地方。但现在人说伟大到极处啊，所以他是真经啊。我们就读这一本，就是把这五种原译本全读到了。啊，刚宗找住了，信心去做，愿心去做，万缘放下。啊，怎么修？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这是方法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是态度啊，是理念啊。你能够抓住这两句话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无论佛法是法，你都能达到登峰造极。啊，这个功夫有三个等次。一千遍，我常常说，小悟，证悟了，没人教你，你通通了，无师自通了。那两千遍，大悟，这个悟有深度，有广度。三千遍，大彻大悟。啊，是不是到这个地方就不读呢？不是的。三千遍以后还有四千遍、五千遍、六千遍，一直念到往生。啊，念的时候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用的是什么心？经题上讲的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，觉而不迷。啊，我用的是清净平等觉来念这部经，来念这句佛号。啊，什么叫清净平等觉？万缘放下了，念佛法也放下了，才行。啊，所以你同时学两部经，你麻烦了，两部经矛盾的，说的不一样的，反而引起你的疑惑。疑就是烦恼，就是障碍，根本无明。这不能不懂啊，不能不清楚啊，关系我们这一生能不能往生，能不能处理六道轮回，关系可大了啊！只要把握这个，游戏人间，快快乐乐，法喜充满，长生欢喜心。方东梅先生所说的，
人生最高的享受。这个享受没有地位，没有财富，那甚至连佛法也都放下了。下面我们再看下面的第二段，三悲往生啊，这是我们凡夫得生净土的类别啊。这个字柴，念柴啊，就是我们，用现在话说我们啊，我们凡夫得生净土的类别，我们往生净土是哪一类啊？其愿行功德是我辈祈求往生者之规范啊。规是轨道，范是模范啊。看看前面的往生人，哪些是标准的往生人？历代祖师，在净土中历代祖师是我们的规范啊。那现在的海鲜老和尚，我们尊重他是第十四代祖啊，他是我们的规范。若真只求往生，这当一致啊。又如明鉴，明鉴就是明镜啊，一面镜子常常照着，时时对照啊。这些祖师都是我们的镜子，我们跟他对照对照，像不像他啊？叫时时对照，思于累积啊，常常想着我要跟他一样啊啊。那距离我们最近的这海鲜，海鲜上去印光大师，印光大师我们没见过面，文钞留在世间了啊。读文钞就是拿印光大师这一面镜子来对照自己啊，我们哪些像他，哪些跟他是背离的这是榜样。当知净宗称为一心道者啊，这是古人就有这个说法，是一心道。什么一心道？是于什么呢？八万四千法门嘛。那把这一门提出来啊，那底下的剩下的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九法门来相比较，哎，它是一心道啊。比这个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九法门容易啊，那些法门都比我们这个法门困难，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啊，唯此独一，故称一心。这个一心要认清楚啊，不是像你想象那么容易啊，不是啊。若论其实，如本品所云，这之往生呢，也非一时。那这一篇经里头就讲清楚了，所以这篇经非常重要。你不求往生，你不知道没有关系；你要求往生，非要认真学习。啊，这个两篇经，二十四、二十五，啊，二十四三倍往生，二十五往生正印，这两篇是方法。你要不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。啊，你这一生耽误了自己，恐怕还会造罪业啊。为什么呢？
我学的一行道，现在不没成功啊，那佛说的不灵啊，这叫谤佛、谤法、谤僧，这个罪就是无间地狱啊！学佛没学好，学到无间地狱去。今天社会里头，我们细心观察，有这种人呐、啊，不是没有啊。啊，我们自己要小心，要谨慎。啊，时时刻刻警惕。啊，给大家做一个最好的榜样。啊，那么下面，念老为我们提示。唐不真为生死，发菩提心，以身心愿，一向专念而欲往生，无有是处。念老这些话，都要把它念熟啊，常常能想得起来，是不是真为生死？这是大事。无量界的轮回没有办法了生死出三界，这一次我们遇到，你说这一生是多么宝贵啊！过去生生世世迷惑颠倒，把了生死这桩事情啊疏忽了啊，这一生呢难得这又遇到了，如果再疏忽就错了啊！过去已经过去了，希望这一次不要再错过啊！要怎样才能真为生死，放下万缘啊？刚才我们说的法上印时何况非法，金刚经上讲的八万四千法门，我们只是取这个法门，其他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九法门我们都放下啊！这就是藕益莲池大师他们两位老人常说的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，你们哪个喜欢去悟你们去学，我不反对。那我呢，我不干了，我搞清楚了，我要走我最有把握的这个法门，其他的法门我没把握，烦恼不好断了，很难断了，我只取这个一心难信啊，难信对我现在真信了啊，搞了半辈子在经教里头明白了，恍然大悟了啊，专修这一门，靠定阿弥陀佛，这是他力法门啊，依靠阿弥陀佛靠定了，不再怀疑了，不再离开了，发菩提心啊，什么叫发菩提心？藕益大师讲的最好，深信发愿就是发无上菩提心。菩提心是做佛的心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干什么？就是去做佛的嘛，而且还做佛中之佛。前面讲规范呢，我们做佛的规范不是别的佛，是阿弥陀佛。那我们今天修行的规范是印光法师、海鲜老和尚啊，也不要找太多，这两位足够了。
印光大师每一篇文章都是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。海贤老和尚一生的心意表演做出来给我们看，我们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啊，学他的话术，我不再拐弯了，不再丢失了。啊，一定要看清楚这个事情，包括释迦牟尼佛过去在这个世间修行正果讲的这些经啊，全是生灭法，这个要知道，佛所说的都是方便法，都是生灭法啊。学佛的人有这么多的根心，他说出这么多经来，没有当机，没有这个根性，他不说，说的少，没有说的多，无量无边的，他说的少分的，啊，为什么？地球上的根性的人，有些在这个时间，还有时间居心的，佛的法运1万2000年，正法1000年，相法1000年，末法10000年，啊，就12000年，这个阶段里的众生的根性，啊，他都估计到了，啊，发灭后之后很长很长的时间。弥勒菩萨再来啊，弥勒菩萨下生经就讲得很清楚啊。啊，那么弥勒菩萨现在在兜率天内院里面也是讲经教学啊，这是很长很长一段时期啊，他那的根性复杂，所以我们能体会得到弥勒菩萨一生所讲的经，虽然只有三会轮华，讲的内容比释迦牟尼佛更丰富。为什么？他时间长，人有福报，因缘际会也，个个不相同啊。诸佛菩萨游戏神通，普度有缘啊，我们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，就会抓住机会不放松啊。下面念老非常恳切劝告我们，今起当是行人，我们现在在世间修行的人，甚莫初闻经中意行便生轻慢。有没有这个人？很多，不但是有很多，啊，那么现在圣贤的教下的真的是越来越少了，啊，教下修行成就的比不上上一代啊，我们前面这一代啊，地仙老和尚、谭虚老和尚、
云音老和尚啊，甚至像李炳南老居士这样的人啊，夏天公老居士、黄念祖老居士，在家出家。我们这一代比不上啊。我第一次跟黄念老见面，老居士就告诉我，这个时代禅宗、密宗成就非常困难，禅宗得定的有，像虚云老和尚得定没开悟啊，啊，算是不错了。他往生都率天，亲近弥勒菩萨。啊，密宗，他告诉我，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了。我们来见面的时候，啊，密宗的修行成就的人，只有6个。他能说得出，往后成就全凭净土啊！我们从教下回头归净土，他很赞叹啊，很不容易啊，真不容易啊！我要不是李老师把他自己用的这个经本啊，他自己讲过一遍，就在经本上写的注解，我们叫眉注啊，这个本子给我，他老人家往生之后，我就依靠这个眉注讲过10遍啊，以后遇到念老的这个记住啊，住得好啊，能不能再找到这个人能够做一个，不要说超过念老的，能够跟念老并驾齐驱的，找不到啊。啊，这些人现在都走了，这些东西留给我们啊，我们是追赶不上，但是我们依照这个本子修行，这个做得到，依照这个本子成就，就是这个汇集本，这个集注，保证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个我们能做到啊，这也就是老人的期望啊，能度一个算一个啊，过人的缘分不一样啊，佛度有缘人，不度无缘人啊，不是佛心不平等，是众生烦恼不一样，佛心是平等啊，念老跟活跟这个下老平等的啊，这一点我们都要知道，知道之后才知道感恩的，知道之后才知道修行重要啊。啊，幕后这几句话，我们从前面念起啊，圣末初闻净宗义心，便生情满，信心虚浮，志愿迟缓，口谈敬业，心念尘缘，
如是求生，唐代吕年。吕年是哪一年呢？十二生肖有没有属驴的？啊，没有，没有就是完了，我全功尽弃了。啊，这没有你的份呢。啊，所以一定要认真，要真为生死，发菩提心，一生心愿，一向专念。这就对了。又本经三倍，与观经九品是否相配呀？古说不也。啊，佛在当年讲经，听众都是阿罗汉、菩萨啊，证得出口、大乘出现的不少啊。这人都殊胜的，所以佛讲经，他们一听都懂，没问题啊。佛灭度之后，一代代传下来，传到现在，将近2000年了。啊，现在人多疑，现在人对古人没有信心，越来越困难了。啊，所以，是不是这里三倍，是不是观经讲的九品？古大德的说法也不尽相同啊，论为同者有认同的人，有谭鸾法师啊，谭鸾师有六论，里面说圣安乐土者无量寿经中唯有三倍上中下啊，无量寿观经中一品又分上中下，三三而九啊，何为九品？那这是谭鸾法师六论里头所说的。有净严书里面说，十方世界诸天人民愿生彼国，凡有三倍，总以标举如观经中粗分为三，细分为九。有这样的话啊，这是圆公大师隋朝的，他住的道场叫净严寺啊，所以后人对他尊重，不称名，称帝，净严大师。他的名号跟我们初祖完全相同，叫慧远啊。圆公是在东晋时代，这个是隋朝时候啊，不同时代。那么加强书啊，加强大师观经书，他也有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的书注解啊，这里面说了无量寿经但名三倍，此这个词是指观经，词中啊开三倍为九倍，三倍者为上中下，九倍者与上品有三，
中下一三，故称九倍。啊，我们常说的三倍九品，啊，就从这儿来的。又景心曰：“经济何比？”啊，把这个《无量寿经》跟《观经》汇通起来看。啊，观经九品，唯持三倍，啊，本经三倍，其意无异。啊，意思是相同的，没有两样。那么底下经莲池大师。苏超里头是小本弥陀经苏超是三倍九品，正相配合又何异也？啊，就不必怀疑。啊，莲池大师讲的，又天台观经疏，天台是智者大师。啊，观无量寿经注解里面说，九品为令舍为高下，叫我们认识地位高下。啊，观经里的九品即大本三倍，大本是无量，就是无量寿经里面讲的三倍。啊，观经分为九品。主张两经相异，也有人啊，这两个经讲的不同。有灵芝法师，有孤山大德啊，这些人啊，这灵芝孤山等住师，灵芝师为三辈之对，观经之上品，不涉于六品，因观经之中品及下品，皆为发菩提心也。故山少广，为此之三倍，只涉彼之上品与中品，不涉下三品，因为本心中三辈往生都是善人，而比观经中之下三品啊是恶人。临终忏悔，念佛得生也。是故诸师皆为两经不能相配。他说的有道理呀，不是没有道理呀。啊，说三倍，三倍九品能讲得通，但是他认真三倍比较的是，观经里面只有上辈讲发菩提心，中下品没有讲发菩提心。啊，发菩提心很重要啊！啊，为什么发菩提心就是善人？经上讲的。助上善人，那就是发菩提心，没有发菩提心不能说上善了啊，而且还有些作恶的啊，作恶的修这个法门，忏悔忏除业障啊，转恶向善，这样念佛往生。这两种讲法都是祖师大德，都有道理啊。那么我们遇到怎么办？我们是跟谁去学？我觉得这个不要紧。
我们跟经，经为准。啊，经上说，这个经上说，三杯往生。啊，既然讲到三杯往生，而且都说的时候都有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这八个字三辈都有，上辈也有，中辈也有，下辈也有，啊，通通都有。啊，我们依照这个经，那么换句话说，坛鸾法师他们所说主张的就对了，啊，就正确了。坛鸾道主这两位大德没有列在经中祖师的地位，黄念老告诉我，是因为他们的著作没有传下来，到哪里去了？日本人带走了。啊，唐朝这些学生多半都是善道的学生，啊，所以坛鸾道者的著作被他们带走了，中国就失传了，现在从日本再取回来了。啊，看他们这个著作那是祖师不假了，啊，所以莲公念老都主张，啊，我们在列祖师的位置一定把这两个人加进来，坛鸾二祖，道卓三祖，善导四祖，啊，这样排起来才正确，啊，这是他希望我们后人如果再应祖师这个列位，要把这两位列进去，啊，这正确的。那我再看，幕后莲池大师所说的这一段。莲池大师与苏超中，就是阿弥陀经苏超，分量很大。过去我们讲过一遍，啊，莲池大师的苏超，藕益大师的要解，优希大师的圆中朝，我记得都曾经讲过。苏超完全用华严的声门开启，啊，实宣，把小本阿弥陀经提升到跟华严平等。这是莲池大师的用意，因为在那个当时大家亲视净土，啊，华严是每个人都崇拜的，啊，佛家里头的第一经，啊，最殊胜的，地位最高的，没有比华严最高的，啊，所以他这样一说，把净土的地位提升了。阿弥陀经就是小本华严，啊，苏超说的好，我记得这一遍这部苏超我讲了，好像是那个时候是用录音带，啊，有这个卡式的录音带了，一个录音带是90分钟，我记得是我讲了300多次，
啊，几乎是一年的时间，啊，一年360天，我讲了330多次，啊，这一套带子车曾经带到美国，啊，让美国同学对净土产生尊重，因为大家瞧不起净土，啊，我这个300多个卡带落在摆在讲台前面，人家问这是什么？弥陀经，一部弥陀经讲这么久啊，大家就吓到了，不敢轻慢了。我是这莲池大师所抄啊，苏超里面把这两种说法汇通啊，苏超语。草庵扶正解曰：“天台以九品同三辈者，是与位次相同，没有讲到行因啊，讲地位相同。而孤山灵芝都不违背天台啊，他不要行。所以然者。”以天台但有位次，背平正统啊！啊，二思唯若行因，则直其中上。啊，又是从行因上，那要对照起来，它只有中辈、上辈啊。所以各有所据，都由经典做依据，取义不同，所以并不相违背啊，故不相违。下面这大师告诉克时而论，这烦恼不易菩提，实我何妨众善，这句话重要。那恶人既已成善，岂不贤身痛苦？这一句话说得好啊！恶人只要他能回头啊，为什么？他本来是佛啊，只是一时迷惑颠倒，干了坏事啊，造了地狱的因，堕到地狱里头受果报啊，他不是没有善根，他不是没有佛性的，有啊啊，只是堕在烦恼里面，迷得太深了，迷得太久了。啊，那么先前的社会所呈现的是负面的，不是善正面的。啊，这个恶心、贪嗔痴慢疑。这个恶念跟外面的这个风气相应，所以它很容易长成啊，善心所在现在比较难，不是没有，但是只要他学佛了，读圣贤教诲，真正回头，回头就是圣贤，回头就是佛菩萨啊，所以讲圣贤痛苦，三辈九品呢，正相配合，有何异言？啊，上至会同莲池大师的说法，甚其法要。啊，契合佛法最重要的理解。
盖天台等主张念经相配者，乃着眼于往生后的结位啊，没有说到他因地的行持。临知住是只为义者，是专就因地行持，乃就成佛早发菩提心，与平日之善恶而言，则观经之下三品，不能其于本经之下辈。莲师摩诃云：实恶不妨众善，身其身心。这一句话重要，给人有改过的机会啊，先迷没有关系，你从小长大，你没有听过佛法，没有读过佛书，人云亦云，别人说佛是迷信，那我也叫他迷信啊，别人轻慢他，我也是轻慢他，我们年轻就是这样的啊。所以我感谢方老师，如果不是方老师，因为方老师是我们心目当中最尊敬的人，他说话我们听，我们能接受啊，不是他给我介绍，别人来劝我，我会反驳，额外理由很多，不能接受啊。啊，只有碰到这个人，我辩不过他，服了。这十恶纵善啊，26岁回头了，搞清楚搞明白了啊。那么以后遇到的善知识，张家大师、李炳南老居士，坚固我们的信心啊。但是信这个法门难啊啊，诸佛所说的难行之法，我对这个有非常深刻的领悟。啊，真的。我学佛30年才相信这个法门。啊，我学佛到今年65年了。学佛30年才相信。啊，对经宗啊才尊重，啊，才开始认真研究学习，啊，不容易啊，不像一般大乘经论，年轻人、知识分子喜欢研究这些理论，啊，那些大经大论很厚口味，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很难相信。难信能信真不容易啊。这一句下面念老劝导我们：沃忍临终如能忏悔与发心，至心念佛，则人已成善人，故一蒙佛施受，随愿往生。故莲池大师曰：岂不圣贤同苦，同登极乐啊！啊，由此由上可见的，此经三倍无量寿经，毕竟九品观无量寿佛经，实相配合，不容合一。那这是念老他的见地，那我们对他这个说法
赞成。啊，所以说由实由相可见，此经三倍比经九品，实相配合，不容合议。又报恩论曰：此经上辈当出家啊，这个当也是配合的意思。中下二品的当在家，乃从其多数粗举大凡，故云凡有三倍啊，观此大凡六开为九，又极其优将，一夸是不夸，是包夸无量行音之不起，此论极好啊！这个说法好啊，《报恩论》里头讲的。从古大德这些讲法，我们是抓最重要的纲要啊，他们的话能听懂很好，听不懂没关系啊。学这部经最重要的是本经所说的啊，如果你学会本经之后再学观无量寿经，念老这边的注解非常值得参考啊！为什么要把它融会贯通？目的帮助大众断疑生信啊！关键是不疑就没有必要啊！你问他们不疑的人，他会这个说法点头，那个说法他也点头啊，他不会反对，不会排斥啊。为什么？一心不乱了，这个重要啊。啊，念这句佛号，念这部经文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啊，我们动怀疑的时候是夹杂啊，不夹杂，超越这个境界了啊，它对我们不产生障碍，没有问题，这个心态是正确的啊。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。